同学有女朋友吗？应该有吧，因为他那么帅。没有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骗人，怎么可能？我确定他真的没有。啊，这样的话我可以喜欢他吗？怎么办，我好喜欢他，他昨天真的太帅了。那么帅的人女生都很喜欢吧。他在说你吧？你有认真听吗？可是那天你要离开我房间时他看起来很失望。是吗？绝对是。再见，我先走了。什么？你要走了吗？那绝对是还想多跟你相处一阵子的表情。因为我走了就只剩你们两个，他紧张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吧。可是他一直都在看你。你猛盯着人家，他哪好意思看你啊。给我仔细想清楚，我劝你最好培养一下察言观色的能力。他喜欢我？大哥喜欢我？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